好啦，咁呢段片咧就打关完啦，真系。位于美隆国西部嘅关员啊，自古以嚟咧就系呢个交通嘅要冲啦。咁啊，七世纪咧嘅任辛之乱入面咧，已经成为二分天下嘅战场，东西两军加埋咧超过十万嘅大军对峙，系被白雾笼罩嘅关员。咁都系咧，即系喺几乎可以话咧系结束呢个日本咧战国时代嘅一战啊。当然啦，就系、是、打完即系呢一仗咧，其实又。在史實上咧，又唔係話真係死好多人啊咁嗰啲啊，但係咧，大家基本上咧能夠聚集到嘅人啊，都出曬嚟啦。小早川。到最后小早川就因为小早川的反叛令到石田三成的那个的令到石田三成的那个的阵营瓦解，所以其实呢关原战役打了一日就打完了，而大家由于很快那个阵营崩溃了跟着撤退，所以其实根本就其实不是死很多人的，到最后小早川中不中展开行动就是射他，呢、这个真系照史实喎，真系走去打呢个小早川喎，即系你唔反，即系你唔反叛嘅话就啊冇同家康约好咩时候要行动，我咪得闲先咯。系啊，跟住发现咦唔掂，俾人打，你唔起兵，哇嗰支大炮，哦利福德号。你唔反叛我就炸你。向かうは西軍。大谷の首を取れ。小早川勢がこちらに。所以寝返るとは人命中心。即系人面兽心。我も人として戦う道理はあるまい。所以小早川因为被德川军炸咧，咁所以小早川即系就决定咧系帮呢个啊，决定企喺德川家康嗰边，咁到最后就当然打赢啦。咁其他嘅即係 YouTuber 啦都有提过话，其他 YouTuber 其实都有提过㗎啦，阿东都有提过㗎啦。咁其实呢岸森呢个人呢真係有嘅，喺呢个嘅喺史实上面真係有嘅。咁当然啊，咁但当然啦，喺关原即係或者喺关原之战前后啊，咁佢个角色就唔係咁重要啦，即係去到话去到话个个都要靠佢打。个都要靠佢讨伐，咁梗系唔系咁嘅情况啦，完全。咁但系就揾，即系都要揾啲嘢写嘅，好难嘅嘢照晒事实。哇！白茫茫一片，好难分到边度打边度啊！喂。想去救个木灵都唔系咁容易。研究家，唔知而家打系做咩？但系而家唔打，唔知几时打。试下先。
挥。咁啊，旋风虎打法，即系除非佢系哇，哎呀，咁样死咗。啊，用旋风虎打法就除非即系对方可以趁我未趁我用晒体力嘅时候，好似头先咁样啦。小心啲咧，应该就冇问题。我嚟补补仇先，帮我执翻个刀重先。只要仲保留體力，係就唔會咁易輸。好，有啲乜嘢可以攞啊？南蠻戰甲、大典太光勢，睇下點？咦，真係勁啲喎！呢把仲勁幾多喎？赋予水属性加9，中段驾驶的精力消耗降低 7.5。容易先，睇下好唔好用啊？把剑都几款，会唔会出招慢咗？都系惨摆下啫，好少血。咁应该点行啊？喂，咁基本上一条路咯，咁样。有门，但系开唔到，算啦。啲木人见到啊，即系见到够啊够啦，唔夹硬搵出嚟住。咦？哇！喺度唞啊！由于白雾一片咧，仲要慢慢去睇下有冇人，有冇伏兵啊？随时有啊！前面呢个可能已经系，哎呀，俾你回复体力添，照计应该正头先再劈多一两嘢。呢、这个沟渠系咩事？哦，可能你啲陷马坑嗰啲啊嘛。好，呢度。跟住搞掂你先啦。哎呀，其他再算，一定要先搞掂个远头攻击先。小祖村真系赌过不真不愧我哋大。好似连啲部下都期待佢赌过咁嘅，点解？因为见到呢度似乎系掘头路啊，行下先。哇！杨柳飞泉大家。唉，战场乱到乜咁啊！
诶，系啦。哇！哇！快！哎，我自己都唔够体力。哎呀，落翻嚟添，落翻嚟咁点咧？落翻嚟啊，死啊，当失路啊，即刻！当失路了。以为咧战啊个战场、哦、会唔会有？呢、這個即係打到好似三角無雙咁咧，呢個乜水？好啊，秀秋！小僆仔嚟講真係大膽啊！哦，实际上过唔到去，算了，我以为是有火搞到会扣 HP 先过到去，原来真系过唔到嘅。诶，呢度呢个系乜水？还有一枪的，太小气了吧！いやじゃ、まだ死にとうないわ。俺自己がいかんか。哦，即系呢度附近就会系敌方大将，唔好理住，行咗先。咁咗第啲嘢先，点啊？唔入去住啦，系都开，睇下有冇 shortcut 开先啦。居然连赤座都一齐倒戈，真系可恶令人猫。即系话可能入面已经有头目啦，应该系有头目，唔系可能系有头目。咁我先睇下个，OK， 应该。喂，大佬，起码行一次睇下系。起码行一次开啊条 shortcut 点走先啦、啊，即系我唔会期望话两三嘢就打赢咯，嘅大佬，你估真系好劲啫，我一啲只不过系平民游戏实力，又点能够咁轻易打得赢啲大佬？尤其是而家去到咧游戏，一去到关完，即系去到游戏咧，已经系几厚嘅地方嚟。你哋呢啲做乜鬼噶？我仲要挡住我添，行开，开唔到。我记得有条梯，头先唔系有条梯可以踢落嘅咩？哦，冇喎，搵唔到条梯喎。明明有条梯嘅。即系如果揾到条梯开嗰、那个 shortcut 就直头唔使点走啊，一爬梯上肯定系，但系睇嚟就揾唔到啦。咁揾唔到都冇办法噶吓，咁入去打咯，试下咯，点啊？どうなっとるんだ？ありゃありゃまるで，真系又妖怪化啦！嚟啊！哇！真系好妖怪化喎、啊，直头半空喎、啊，系
直头已经不是人类来的。This must be Kelly's work. Tell me where he is. 又识听日文？我系自己嘅意思嚟嘅，唔关嗰个海瑞事，系我自己要变成咁。大谷刑部为咗三成大人，为咗二件，奉献出成年生命嘅觉悟。咁啊系啊，变到咁样，已经唔能够觉得系人类嚟啦。哇！依嘢向前，哇，好难应付喎、啊。哇呀！哇哇哇！哇，好彩！几多劈几多，走！因为唔够力啊！哎呀！哎呀！好险！哇！你变咗妖怪，但系好似易打过啲冇变妖怪嗰啲啊！喂，虽然就算死啊！哇！哇哇哇哇！哇！哇！直头连弱，直头唔使用。99武器真是厉害，喂，是你渣的其实。你不了解意，若者用强者要在同一个世上失全部意是不可能。同意啊，本想用若小的三成大人一起终结这个充满强者的世界。就算我死了，为义而生、为义而死的人都仲系会出现。大谷義嗣殿、討ち死にされました。戸田勝重殿、平塚為広殿も討ち死に。哇！自己手下陆续战死啊！落ちられよ。引かぬ。義は我らにあり。此度は負けじゃ。ひとたび敗れながらも将軍となった頼朝公の洗礼もある。ここは引け。先撤退啦。咁实际上都真系打咗冇，即系当个阵营开始崩溃啊，都撤退啊，费鬼事啊！我が名は芝左近清貴。倒咗近。事務所に過ぎたると言われし、この左近が組み手柄とした着物は堂々かかってまいれ。他是想殿后咁样啊？好，睇下呢度，诶。哦，打完你班友就识得向前啊，几有似嚟嘅。死啦，唔好记得添，怕依边有冇路行啫。有噶嘛，落咗去先。
我仲系想睇下有冇索卡台。咦死啦！系咪？定系行下行下会翻咗去？似乎呢度系一开系去神庙嗰个索卡嚟做。咦？点样翻上去咁样？咦死啦！呢条路咦唔系喎？呢条路系。系咯，依边只哦，依度正头先依度系冇开嘅，呢条即系头先俾啲人挡住咗嘅，所以系依度。我唔跳住，冤孽官。哦，系啊，就系依度。打多阵先，因为太快赢啦。其实我呢段片我唔会，我唔预期呢段片我会、打完晒整个关员嘅。冲啊！冲去边啊？其实白茫茫一片，冲去边？咁即系咧，应该去到下一段咧就打倒咗咁咯。哦，唔过桥住，唔过桥住啫。哇，上面就打到到七彩。你又似嚟啊！系咁喺度挡啊！你挡咗几耐啊？你可以挡得几耐？可以上翻去，我硬系唔上住。系啊，入嚟睇晒有乜嘢先？诶，果然有木力。哇！诶，哦，咁不如喺呢边上咯。哇！你啲枪射。枪林弹雨咁样，从后偷袭，梗系要得闲从后偷袭一下啦。试下，咦？哇！原来，咦？冇死角喎，哎哟！系啊，依度打，依个位打唔到。射佢唔到，因为唔想扑埋佢。哇！怪呢次搞掂一个，因为呢边咧，其实你唔系个真正目标后面嗰个。
你远啲，你远啲，头咁远得咁远，再慢慢瞄准你个头，搞掂。哇！如果我系啊，就头先系过桥过嚟打，真系多多都唔够死啊！系啊，多多都唔够死啊！你要冲到过嚟打四个。哇，都唔掂，以为系时候，但原来佢嗰度有两个。要褪后啲啊！哇，废！哇哇，喂，走翻出去先，太唔够阔啦个战场。你都先先，先搞掂一个集中精力。哇喂哇，走啊！唉，走唔到啊，背住嚿石头。唉，嘥晒啲箭啊！即系头先用咗咁多箭先可以打到。唉，太大意，引咗两个，但系我头先唔应该入屋根本。因为入屋咧太窄啦，个我再唔系喺依度打都几好，系咯，其实可以喺依度打就唔使咁烦。一人換一槍咯，根本應該咁樣打，咁啊煩少好多嘢。哇！我仲未放大添，咁樣就算過橋都冇大問題啊嘛，衝啊！喂喂，点做嘢噶？嗰啲我一冲入嚟帮你哋就直头喺度食花生啊！点做嘢噶？我谂住有自己人缠住，可以帮佢手清啦。做真系打，唉，真系唔好做好人啊！呢个世界做好人咧，就揾自己笨啊！啊、根本应该慢慢等佢哋打完先，然之后我先要慢慢入去执翻条丝就算数。啊、就系、是、因为太觉得自己嗰啲队友啊可以帮到手，根本啲队友原来咧就系睇住你点死嘅、啊。所以唔好太信队友啊！呢个世界，哇，一枪两件。啊、最惨就系我咁样嘅话，我其实浪费晒我啲箭啊！而家冇箭用啦，已经去到。唉，冇啊，应该咁样企喺度啊，慢慢打啦，打饱佢啦。啊，跟住我就周围揾下有乜道具攞，应该系咁做嘅啫，就唔应该做好人走去帮佢哋嘅。辛苦，因为紫色啊，
紫色是最珍贵的嘛。你那边有神庙，过不过到去？好，有几多个啊？哇！哇！死晒，废啊！真系，喂，咩事？好，行远啲先。边度仲有？哇！呢度都其实几多对，几多敌人喎、啊。步穿人就唔系咁容易做到嘅，都未搞得掂。嚟咗枪，都差唔多用晒啦，啲子弹都用晒啦。所以逐只引，逐只引。啊！呢次不能失败，不能再失败，再失败就好麻烦啦。一定要逐只逐只引，然之后。哇！几有次嚟？喂，三个点打啊？喂，好，先解决一个。我呢度四人组搞掂两个啦。两个就要用长枪，都几麻烦。诶，系啦，逐个逐个人，跟住先至解决埋你。但系都仲系要引你过嚟，用晒啲石头先。啊，因为嗰边仲有人系喺高处系可以用枪嘅。又一嘢，哇，都唔死咁厚血嘅你喂，枪炮攻击人个肚子啊，左近大人之后拜佛啦。阿多，我等我，我咦，哦，有秒。有秒但唔拜住，点拜大佬？而家拜好蚀底啊！而家拜嘅话咧，嗰啲人就出翻晒嚟啊！而家拜出，哇！你睇重新打过呢堆啊，要。
再嚟多嘢，搞掂啦，应该起码我等我执翻晒啲箭先，而家唔够箭用啊，大佬啊，子弹得翻三发，仲要打上面喎。死晒，点都好啲。你有冇箭执啊？喂，冇喎、啊，就系执到一支箭咯。就系执到两支破魔刺，切真系。支出越收不上情嘅啫，打咗咁鬼死多，打咗咁鬼死多人，啊！仲要一片，成个战场一片朦胧咁样，嗰边有。我知道屋的另一边有人嘅，打过了，我不想再打，其实又冇乜，又冇乜特别嘢攞。杀过无谓再杀啦！哇，两个人咯，走。睇下可唔啊？想办法，只系引一个嚟打。表演完啊嘛！整啲箭嚟啦！表演完到你啦！啲十字槍，咦？調查調查，冇啊，冇彈啊，無彈可用。咦？依度下面又有個，又有個廟。唔好俾一逼恩出通过。哇！哦，又又嚟，仲要系哦炮，哇炮阵添喎，依铺依铺玩炮阵添喎，啊呢边啊！喂喂，又唔使咁多，仲要呢个系双刀咧，其实要好小心。弊啊！好彩，点解唔行动？唔通我哋唔系处于优势，因为你真系唔系处于优势。死啦！唔够弹药，而家唔够弹药，冇得从后发动攻击。同埋呢个荧幕有冇得上去咧？兜一兜路睇下先。的确是可以的，但系落咗嚟之后会点呢？
都系照翻之后先条路行好啲喎。因为兜翻之后先条路咧，起码可以有冇办法落到去咧？跟住喺嗰个位置去一去神庙、啊、能够去到呢个神庙咧，我就算，我今集我就算。一中就要，一中就真系要中。哇！原来有伏兵，喂，又吉错。扣五百几嘅先系，哇喂喂喂，再扣啊唔掂啊，食药先。搞掂你，得，唔够力。俾佢炸，即系都要小心啊！一阵间俾佢啲炮弹炸一下，就可能已经归西啦。好，上翻呢个位。都系清晒，可以落去。哇，嗰边有木灵救，点救啊，大佬？入都唔敢入去啊！你睇下，唉，从后攻击咧都还可以。因为冇水喎，兜唔到过去添。落梯，因为前面有秒可拜。哎呀，得解决你先。记得可以
有妖怪喺度。我箭都唔俾下我。哇弊！哎呀，玩嘢玩出火，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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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败惨败！我參拜完就咩啊？出翻嚟嚇死我！哇，因為咁，哇，頭先四抽一死梗啦！我寧願下一集啊，下一集我喺度再繼續打喺依度，然後嗱，由依度開始打起。我哋下一集再见。